过个马路不知道看车，你是猫吗？有九条命吗？喵。有色狼。对，引狼入室。小雨，开门！我男朋友来了，你给我等着。小南，我房间里 有钱吗？我母亲住院需要钱。钱？我昨天不是刚把工资给你吗？小雨，帮帮我，我知道你一定还有钱。我真的没有钱了。这不是钱吗？这是我今天要交的房租。小雨，我急用，以后一定还你。我能听到地球人的心声，你男朋友拿了钱根本没有去看病，而是去约会了。不可能，我对他最基本的信任还是有的。你只是不愿意面对现实，他正在去某个餐厅约会的路上。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不会的，我也能听懂你的心声，三秒后他就会从那走过来。